记录正能量一人一起向阳而生。近日，正当肖战忙于话剧《如梦》巡演时，关于他的各种不和谐声音纷拥而来。在话题被全网黑后逆风翻盘的明星话题下，各种嘲讽与诋毁比比皆是，这是要重回当初那段混乱时段的节奏。只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，艺人肖战已经今非昔比了，努力工作提升自我，工作室频繁分享闲暇快乐时光，都是在表明演员肖战根本就无惧任何造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鹅厂官方则是给了观众朋友们带来了无数的暖意，可谓是给肖战护航了。鹅说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坚持走好每一步，才有勇气乘疾风驾霄云而战。由此可见，鹅厂官方对肖战的重视与信任。总之，肖战印证了那句话，得道者多助。同时也希望鹅厂近期会给观众朋友带来好消息吧。确实，肖战待播剧《玉骨遥》大家已经恭候已久了，当大家期待演员肖战作品的同时，关于新电影瓜迅速席卷全网，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沸腾。有博主指出，知名导演徐克《射雕英雄传》男主花落肖战，女主则是小周也，对于这俊男美女的组合燃起了观众朋友大讨论。有些观众直言，只要是肖战演的那就必须支持，还有一部分粉丝则是相当理智，非官宣不约，相信假瓜还不如期待真瓜再播剧呢。由此可见，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最后若若问一句，关于肖战近日的行程动态，大家还有什么话要和他说，让我们评论区见吧。